各位，今天要给大家快速开箱了，收到一个火热热的防弹，应该是算冬季专辑吧，我想一起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我觉得这次蛮精致，这个窗一开始我看我一直想把它打开，我想说这里面有什么，然后发现它感觉还是有什么可以把它拆开的感觉，也蛮厚的。快速开箱，一样有 DVD， 这个呢看一下里面的图，里面是这样子，绿色的，好可爱哟、哦，冬季的，我感觉有刮痕的感觉。然后再来是这个，这个呢这个信封打开里面是照片集，里面有七张我已经偷看过了，这一次的男主角非常的帅，这个呢大家有兴趣自己买哦。然后这个是桌上的立牌，它这个是两片可以卡在一起的那种立在桌上这样，所以翻一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，还有这个又是一个透明小卡，可以收在那个里面的，收在钱包随身携带，我觉得超精致的这一版。然后再来是这个呢，我在怀疑这个是不是有每个不同的，是不是有七种可以收集、啊？因为你看这个房间里面，然后你我偷偷把它里面是有那个画跟照片，我想这个是不是也是有七个人可以猜一下？因为我不知道这一次我还没有研究啊，就是到底是怎么出这一次的专辑。然后这个就是一整本写真啊，2020年的冬季写真，这我就不打开了。然后还有这一次我觉得最特别有这个，然后这个什么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礼物卡，礼物卡就是我们都会做给什么朋友啊，里面送那种礼物嘛、啊。你看这个，我就开这给你们看，超长的匣子上面都，啊，这次的这件算冬季专辑，我就简简单单这个抽到本了，然后抽完后你再一次把它收回去就好了。看一下，看一下去吧。咦，好，我就废话不多说，大家有需要直接找我就对了。没有，就这样了，这样就对了，需要再跟我们说哟，拜拜。你们看后期小猫咪又来了，最喜欢防弹的猫猫，这是主角，拜，就这样，拜了。